Did I give up? Was it too hard? Or was it too hard? Cause I just gave up. Just gave up. Did I sleep away the day? Cause I was tired. Or did I get tired? Cause I slept too much. Slept too much. We go up and down. We go up and down. Don't know on this rollercoaster ride. Rollercoaster ride. We fall back sometimes. We fall back sometimes. Don't know on this rollercoaster ride. Hi， 我是 BOC， 今天又是黑眼圈的我，已经是国宝级别的了。拍视频不易，请先三连弹幕、投币、转发、分享，弹幕一波走起好吗 ？OK OK。这次仿妆也是你们强烈要求我出的赵美妍面姐的 MV 妆容，这造型就像仙女一般，哇，那个钻贴的呀，好闪亮亮的，而且孩子们这次新歌哦。真的很洗脑，而且我真的还看到了很多负面评论，我真的觉得大家要求实在太高了，明明很好听好吗？那么对这个妆容感兴趣的话，我们就赶快开始今天的妆容吧。哦，废话一箩筐哦，是不是我的声音变好听了？你们要求我买的新的麦克风，我真的哇，你们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如果今天还是觉得我的声音很空旷的话，真的大家就得组团给我买个房了。而且我觉得我的声音还蛮好听的呀，哦，难道是我的错觉？今天还是用的苏酷的粉底液，这一瓶是我回购的。这个粉底的遮瑕还是我最爱的，而且我今天上的稍微一低层就厚一点，你看立马我的黑眼圈脸也变白皙了，而且化这种女团妆呢，脸就要白白嫩嫩。最近回归的女团还挺多的，像 A Pink 的这次歌也挺好听的，而且有人说想让我出仿妆呢，哎呀，我先一个一个来吧。这个底妆就是标准的奶油肌，我每次拍照都会用它，但是它的持久力不是很好，你要强烈的来定妆。那还是用的 MAC 的这个遮瑕盘，这个已经挖空了，直接用美妆蛋来蘸哦。我喜欢用这个遮瑕哦，它主要是不会出现卡纹的现象，而且你看立马就变得白皙了，能跟我的底妆哦完美的融合，我还蛮喜欢的。而且我鼻翼这两边的暗沉我也会稍微遮一下。定妆哦，今天用这个 Kevin D 的散粉，这也是我之前哦丝芙兰套装里面的一小盒。我还是用这个小号的刷子哦，上次有人问它其实是腮红刷，你只要买这种扁平头就行。脸颊这里的这个油光把它盖一盖。最近我看金高银和李明浩的剧播了，奶酪每天都跟我嚷着他要出金高银的仿妆，你们想看吗？想看的话我现在弹幕扣一，我就给他出。但其实他瘦的时候是跟金高银有点像的，现在就是只有一点光泽感，恰到好处啊，就是蘑菇皮的感觉。先给你们说啊，今天参考的照片是我网上找的，有粉丝调过色的，其实原 MV 整个都是黄黄的、黑黑的，看不清妆容。它的眉间距呢是比较近的，而且眉头画的宽一点，眉尾下垂。我用的也是一个新买的灰绿色的眉笔，它是一个日本平价的品牌，而且它这个笔头啊稍微有一点点的宽。这眉毛的颜色有一点梦幻，但它眉毛和眼睛的距离可能更窄一点。我今天就只仿妆不仿人，大家多包涵哦。只买到了 Kiss Me 的三号色，可能偏黄调一点，就是没有那么的青绿色。如果配更浅的染眉膏，可能会更美哦。面姐的眼妆每次都非常下垂，我想知道化妆师是怎么想的。而且眼影这次是稀有色，非常适合夏天。我用的是 NYX 这一盘，先用里面这个最浅的颜色来打底。这个眼影哦，是在眼影盘上看着很浅，但涂出来你看还挺显色的呢。眼尾这里可以稍微上翘一点。再用麦克的这个橘色，它是哑光的，一点都没有荧光，晕染在双眼皮褶皱以内，下眼尾也可以加深一点。再用一个叫晕染刷哦，蘸取这一盘里面这个颜色，晕染在我们的上眼尾，双眼皮褶皱啊，这里也可以带一下，眼头这里啊有一点粉粉的，这一段可以稍微扫一点。哦，我的眼影碎了。我把它拿刷子摁进去了，这种软糯的质地还是很好的。我们再用这样细一点的刷子哦，蘸取一点。
先画一个下垂的眼线，再来晕染一下周边。这次眼影下手我是比较淡的，它照片没有那么的浓艳，它眼珠正下方这里是稍微有一点点粉粉的。我准备先用这个 Colourpop 的一个打亮，你看它是这种亮片，超级美的，但它其实涂出来是带有一点粉调的偏光。虽然亮片颗粒是挺大的，但是感觉没有那么的闪，是带有一点点粉调，但它眼头啊还是那种偏银调的闪亮。我准备再用这个 3CE 的一滴泪，只在眼头这里啊稍微涂一点，但这样子在光下面眼头这里又很亮亮的，但眼头这里它可能还有一点点那种淡淡的高光，我就用土豆泥高光稍微蘸一点，点在眼头的位置啊。你看现在这个眼影 OK 就跟它差不多了。接下来眼线的是那种自然的下垂感，我今天还是用这个黑色的眼线笔。再蘸一点这个颜色，眼尾这里啊再加深一点阴影，现在好像跟它更像一点哦。但它灵魂所在其实是假睫毛，它的睫毛是贴在那种下垂的眼尾这里，8毫米的，就是没有很长，眼尾这里你就可以贴的往下垂一点，你的�眼珠正下方下眼睛这里可以贴3粗假睫毛，这个细点的假睫毛贴在你的眼睛下面会非常自然。我的双眼皮呢是比它宽的，它其实睫毛没有这么上翘，我是用睫毛这一段把它整体视觉啊这一段缩短一点。睫毛胶水呢我用的是这个 DUP 的，贴在眼尾这个假睫毛你看就稍微往下一点，看这个眼妆就完成了，下眼睛我就贴了3小撮，就在你的眼珠正下方，还是比较自然的，也不奇怪。而且眼尾这里一定要往下垂，这眼妆真的很好看哎，适合我，可爱。那我们接下来修容呢，鼻梁它的鼻子真的非常的美，我还是用的 MAC 的这一盘，先用这个浅色调的，而且它眼睛中间这一段是比较窄的，你稍微可以往里面画一点，它中间这一段啊是稍微细窄一点，就是阴影啊你要修的稍微靠里面一点，鼻翼这个两边侧面这个阴影啊要加深一点，连接到鼻头，它的鼻头也是稍微，鼻头是稍微肉一点，圆润的，然后鼻翼下部扫一下，眼睛中间这一段稍微扫一点点，阴影修容修重一点，靠近嘴巴这里要稍微深一点，一样稍微扫一点下部，还有嘴巴下部它也是嘟嘟的。其实我的脸型是跟它有一点像的，但它比我瘦很多，我感觉我整个脸这下半部分都要修下去，我用的是这样稍微深一点的修容，大概是从颧骨这里要这样斜着修饰到下巴，慢慢的这样来扫晕染开哟。我现在特别害怕麦没有声音，我前两天就拿这个新的麦克风录视频，结果录了一半它竟然没有电了，哎呦天哪，简直了，害得我又熬夜。你这侧面看哦，可能感觉有点深，但是你看正面，明显这边脸比这边脸是不是瘦了一点？我最近还挺纠结的，要出谁的仿妆？你们还想看谁啊？我在纠结是出韩国女团的吗，还是出日杂妆？我考虑要不要出三级彩花呢？就是我3年前有出过她的吗？我觉得那个视频还仿得蛮像的。但现在我整个人已经哇老了3岁，这样晕染刷哦，把周边稍微扫扫开。接下来是我最爱的腮红部分，它其实是中间这一段偏粉，然后两边偏橘，我先用的是 MAC 的这一盘粉嫩嫩的，稍微扫一点，它显色度还是挺好的，轻轻的拍呀。这个腮红日常涂啊就真的好少女啊。再用 3CE 的一个亚光的，哎呀好难打，橘色的用的是丝芙兰的一个斜角的腮红刷，就把你的腮红啊和修容这一段连接上，橘色腮红扫在两边哦，其实就有一种修容的效果，你看正面，而且让你的颧骨这里没有那么的突兀了。照片哦，它中间这一段也是有一点粉粉的，我还是用第一盘这个腮红哦，稍微的扫一点点，不要扫太多哦，跟腮红就有一种呼应的效果。最后唇妆呢，我竟然会用4支唇膏来叠加哦，我先用的是欧莱雅的309号色，之前给你们做过试色的，就是一个蜜橘色，你看哦，这种
水润的不行，上嘴唇这里哦是要遮一下，它是有一个这样子圆弧形，下嘴唇是比较饱满的，但它嘴角也是有一点像微笑唇上扬，大概是先画成这样，你就看到它的唇形就是这种感觉，但你到时候涂唇膏的时候稍微涂的多一点。好嫩哦，这个颜色下嘴唇也稍微带一下。它接下来呢，我就叠加的是迪奥的536号色，也是比较润的一支唇膏，就只涂下嘴唇。现在下嘴唇就像一个樱桃，你再稍微抿一下。现在颜色是跟它一样了，但它唇妆是那种水嫩嫩的感觉，可以捏出水来。我第三支呢用的是 MAC 的这一支，就是透明的唇釉，拿手指啊只抹在上嘴唇上，就是有一点那种玻璃唇的感觉。最后一支就是上次鞠婧祎仿妆用的这个透明的唇釉，它上面是带有那种不灵不灵的亮晶晶闪片的，只涂在你的下嘴唇啊中间这一段。你看上下嘴唇的那个亮是不太一样的，而且这个带有点粉调的偏光，哇好漂亮这个唇妆。那高光啊就是那种就是很柔和，不能让你的毛孔很显现出来，因为他们灯光会打得很亮，上次给你们安利过的它就是这种香槟色调的。我还是拿手指啊蘸一点，就鼻梁这一段哦往上到你的眼睛这里下部，哇人中这里稍微带一点，就是用的这种珍珠加，看到得到吗？珍珠加亮片，亮片也是有这种带有彩色的偏光和直接纯白的偏光。先贴最明显的这个珍珠啊，就在你的眼珠下方，大概这里。但我这珍珠是不是比它小嘞？其实我有买更大的珍珠，但我觉得大珍珠贴上去有一点怪怪的。上面呢再贴一个小珍珠，就要像仙女落泪一样，就是你眼珠正下方这样两束六，你可以随意一点哦。我是照着他那个照片的样子大概的位置来贴，他照片放大看哦，眼睛下面这里也有点那种碎的亮片，我就稍微粘在上面，稍微从下往上看哦，就这个眼睛你看跟他还是有点像的，虽然我刚才贴的不是完全一样，但这样整体看这个妆容就是很仙女啊，就是很非常女团哦，就喜欢贴这种亮片。然后我还买了一个浅灰色的假发，我是花了好几千块钱呢，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给我点赞哦。我再去弄一下发型，这个妆容就完成了，你们可以试一下来拍照片，好好看哦，一定要给我交作业哦，我们再一会儿见喽。Did I give up? Was it too hard? Or was it too hard? Cause I just gave up. Just gave up.Did I sleep away the day cause I was tired? Or did I get tired cause I slept too much? Slept too much. We go up and down, we go up and down, don't know on this roller coaster ride, roller coaster ride.